无花费贵桑桑，做这些事竟要砸大钱。我们在法国35万台币才可以离婚，法国人不想离婚，他们就直接偷吃掉。对，我也是这么想，因为你看法国人那么多。新加坡有个东西叫永费，如果没有这一台车，你要买一台，你要先付这个钱，费用可能比车子还贵，2到400万台币之间。啊，200万？今天晚上9点，东森超市33频道。Hello， 你有事吗？